Let's talk about robots. Well, the time has come. The time has come for robots. Tell me that wasn't amazing. Hey, Blue. How are you doing? Why you got sick? 看得很心动啊，真的太兴奋了。他们是把这个各家的已经做好最好的全部都找过来，他们都是绑一条龙在里面，别人都插不进去了，他也不需要外面的任何东西，所有的 module 啦全部都是 in house， 所以他们说这机器人一出去的时候一定是百分之百是稳定的。他们在这个双足的机器人研发方面是非常的先进。那在产品的开发方面啊，我觉得他们速度非常快。这个公司才成立3年而已，他已经出了2代的机器人，所以整体来讲，我是觉得非常 impressive。就是整个市场他们的定位非常对，他把它定位在服务机器人，就生产上面的话，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优势啊。因为缺人的关系，现在大半假如说做一班，现在机器人它可以做3班，然后公司里面的折旧摊体呢就是1/3而已，跟别人来比它非常有竞争力，少害人，它也减少很多人管理的成本。第二个部分是他可以在夜间工作，不需要开灯。我觉得台湾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可以真正是在做人形机器人嘛，那主要还是以 AMR 自动搬运的为主。那一旦做到人形机器人，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只要是游走移动的时候，就会面临非常多的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。比方说机器人视觉要靠镜头，但是镜头只是一个其中之一，在行进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障碍，镜头是分辨不出来，所以它必须要靠这个声波来那个回传，哦，还要再靠有一个就是这个陀螺仪啊，好 IMU 啊 GPS 啊这些来定位，所以这些 key component 呢，也大部分在台湾现在还没有，比较少人做。Stand right here. All right, good, right there. That's good. All right, stand.you